打一声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 TFBOYS 杨千玺。最后一道压轴菜，蒜香蒸排骨。언젠가물어봤잖아너를좋아하는이유그때는대충둘러댔는데아직도궁금하다면아직도듣고싶다면지금말해줄까너를좋아하는사랑하는수만가지이유넌멋지잖아남자답잖아목소리도너무좋잖아다정하잖아따뜻하잖아내손도꼭잡아주잖아잘자라고인사해줄때사랑한다고말해줄때그런때마다난네가좋아现场的叔叔阿姨们再说一句，谢谢。